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今天要去买菜，然后外面现在6度，所以我就穿了一件羊毛大衣和带了环保袋。现在是3:06。纽约的垃圾是放在路边等垃圾车来收。小泡芙，要日本的东西，还有一枚蛋饼皮耶。总共买了这4袋，有买虾子，这一个空心菜这样子，要5.72。然后呢，这样子的鸡腿很多，然后只要2.71。然后这些总共是31.37。选一个胶囊。今天喝这个好了。切好芹菜的，切大概这样子。番茄也切好了，大概是这样子的量。红萝卜也切好了。配料都准备好了，现在换可以夫切牛腱肉。好多料，你会不会帮我装一下水？我发现料太多了，倒水进去，知道吗？差不多快淹没就好了。然后现在就先让它滚，中火。What we do here is go back, back, back.加入乳包，看小火，好的，关掉，小心哦。哇哦，再来调味就可以喽。
这个超好看。Quaffle， hello。